到了莫桑之后呢，享受了贝里玉的生活，那个是会腐蚀人心的。所以当潘师兄带着我们这样走入社区的时候，哇，原来是个苦啊！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我对生活上的什么不满啊，文化的冲击啊，然后什么什么，没有什么了。